一个挑战就是一分钟不眨眼，一分钟不眨眼，三二一我就开始了啊！准备好了吗？三二一。什么？怎么了？一分钟不眨眼，大哥，对呀、啊，一分钟闭。我没有眨眼，我们没有眨眼啊。我没有眨眼啊。八卦海盗，我觉得没毛病。今天晚上玩球玩的有点帅呀。玩什么玩球？我玩的是青春，我们不需要玩球。走。戏的时候都有放球玩球啊，你们为什么要笑成这样？继续。继续，真的安全，继续，切入。啷哩个啷哩个，饼干，啷，胶，狼，呜，狼啊，哦，披着羊皮的狼，披着羊皮的狼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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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狼哩个狼，对，还有四个，啷哩个啷哩个，啷个哩个啷，嗯。你就说这六个就行了。狼有几个狼？狼狼，狼里个，狼里个。Cool。六个字。六。六个字。六六六。六个字啊！狼里个狼。狼里是狼。狼里个狼啊！什么鬼啊！狼里个狼个狼。草丛里飞出金凤凰。还是得打个底。不，我觉得我脸特哎，创造坑填平了。哎，你知道，人家那些美妆博主说，你别那么美了，有人这个马先生啊，他底子真的是烂到爆，烂到爆。下面到这位君子留一下，可以吗？好，没有啊。下面到这位史先生，我首先呢。你看，江哥紧张。大家好，那我先说一句话好吗？这方面是我开，这位说话完了。我们看他的底子是磨砂的，跟普通人都不一样了。好难吃。别动，他应该多一点。快看。告诉你哦，这位史先生哦，结婚都不化妆的哟。哎呀，史先生这个皮肤太松。下面呢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位何先生。胖虎先生，他的肤质呢就是植被比较茂盛，就是绿化比较好的意思了。在我们北京呢都是这样讲，就是绿化比较好。你家北京人谈得成？谢谢你们正在我们的这个屏幕上边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哈，同时呢，没关系吧？这个烟花，来，现场还好吗？Yes， 1周年快乐！杂志时尚拍摄现场，好的，非常的棒 ，Yes， 超棒，哇，这个照片好。非常的棒，哇，这个肯定是我们杂志大卖哈，哎呦太棒了，非常的赞，哎呦真是 ，OK， 最后几张，这是杂志肯定是要登上那个时尚大街封面的，然后给大家做这个非常棒的一个冠军，好的，非常的棒，好 ，OK， 是的，棒，哎呀，好的，太棒了，太棒了 ，OK， 好，谢谢各位，成功。